说最近呢，在河南许昌，一位老师为了给孩子们拍舞蹈考级证书，那可真的是放大招了啊！让两名同事拖着他的腿来了一个360度的环绕拍摄，咱们来看一看。我们是在拍舞协考级证书，这些视频就是想着给孩子们记录一下。每一本证书都是舞蹈生涯的见证，没想到这个方法之前拍出来的都特别抖。我觉得老师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啊，每一本证书呢都是孩子们舞蹈生涯的一个见证，记录下来呢非常有意义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成片呢超级美，效果超级好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费人。那我个人建议啊，说下次呢可以放一个滑板，咱们来试一试，也许会拍起来更加流畅。